还没跟大家说明我们去哪里。我们呢就是会去韩国，这一次呢也是很兴奋，因为呢这一次也是被品牌方邀请的，这是我今年第二次被品牌方然后邀请出国然后出席。这一次旅程比较兴奋的点是因为我们会见到 Jenny 本人，尖家我有点太兴奋了，我没有讲到，应该很明显我们是被什么品牌方邀请吧。哒哒 CK Yes Calvin Klein， 这一次呢是 Jenny 跟 Calvin Klein 的联名合作，所以呢就有机会去到韩国看到 Jenny 本人，有点紧张期待。然后呢 Calvin Klein 也很好，他给了我们 Business Class， 说我们可以进来 Golden Lounge 给你们看一下。 Golden Lounge 跟之前 Premium 的差不多。哇，那是了吗？哎，这是粥，最近接着 cups， 所以呢也没有吃面包，就是面包三文治。它好像有一区是那是了吗区，啊，我的胃不是很舒服，我疯了。这里好香哦，丹丹，这里感觉是牛轧区。拿了水果，它的这叫什么？火龙果蛮好吃的。我现在是胃胀风，的肚子超不舒服的。我刚刚已经吃好药了。对了，要给你们看我的 outfit， 这是 CK 的画家帽，然后这个是 crop tee， 很好看的这一件，刺绣的超级有质感。然后还有这个类似像工装裤，可是它不是工装裤，它的布料偏柔软，超舒服的。我们等一下上飞机再拍给你们看。我好像第一次坐马航的。是吗？忘记了，要给你们看 business class 长怎样。现在呢，我想要去厕所卸妆，厕所其实蛮大的，很好梳，然后卸了妆就差不多可以上机了。这个蛮好用的，而且它的纸好软，我第一次用。我真的是笨蛋，因为它的厕所其实哦，每一间都有那个洗手盆，我干嘛不进来呀？这个独立的私人空间。这样就可以安心的卸啊，不会怕拍到给。我怎么那么笨啊？我的脑袋装啥啊？忘记带那个桶了。我喜欢它这里是哦，它每一间厕所都会弄干干给你。完毕了，有小痘疤，不用剪这些痘疤，化妆就看不到。现在。等着进去，然后呢拍 business card 给你们看。我们已经上飞机了，然后呢就是这样，可以先讲这个插头。这个是可以 massage 的嘞，是在 massage， 没有一个遥控，前面会有一个荧幕。等一下等可以躺的时候我再躺。然后这次的 trip 呢其实还有其他人，就是我们五个马来西亚代表，大家现在都素颜，我就不拍了，就等到我明天大家都很好看的时候我再拍给你们。现在的胃还是很不舒服，我明天会恢复力量，大家就睡饱饱。它这个洗的竟然是这样子绑的，我每次做就算我做华航尾巴它都是绑腰的，我第一次做这种像坐车一样。哒哒，马来西亚。哒，我们现在要上车了，拍一下我，还有我的脚。其实都没有冷，对啊，没有很冷，但是还是有风呀。可是晚上据说会越来越冷，我有点害怕。大队们，哒哒。那像明星的待遇，有保姆车哎。可以跟好吗？哎，我们你们两个一直吵架。哇，明星姐姐，你坐这个位置是明星的位置。全部一样的话。啊，好爽哦！哇，这个车是超级大保姆车。当当，这就是我们坐的位置。哇哦！啊，好苍白，天哪！我们现在要去酒店了。欸，你看我朋友，他爆米花是给车，他椅子吃。我要请人吃，还请椅子吃。那有没有什么礼物？这是是贴在脸上的，对，这里可以开起来。Oh my god！ 你觉得到时候真的有人贴在脸上吗？一定会啊！它还有那个 jam， 你可以开起来。OK， 是不是应该会粘吧？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我好奇这个东西是我买的吗？你买那个 collection 的话，
他们会送。哦，那是一整套啊。对。八十厘米的啦。对。应该就是买玩具没有。真的很好看诶，拜，真的会很难抢的。但我们有了。买不到了啦。噔噔。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到酒店大厅，他们一开呢。这次给我们的酒店是五星级酒店，然后呢，现在大厅的全部人呢，像团服这样，大家都会穿着 CK 的衣服。但我们的房间，哎，这一个很像你生日，是不是？713。那我怎么回答你？这样。哦，你没有敲门，够力了啦，这种。哇！哒哒，有浴缸哎。其实他们有跟我讲啦，我们的房间是 premium 嘛，在韩国做这样的酒店应该是哇，真的不便宜哦，又有浴缸。现在我们的 room service 饭来了，噔噔噔噔，然后呢，我要进去吃。因为我怕我来不及，现在已经在化着妆了。因为我们1:15，我还有头发要弄，所以我有点害怕。那咖啡很好吃哎。我的头发完蛋了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个 Chemi 楼，然后是明洞的三号出口，这边来 shoot 一个 content 啊，很 cute 哎、欸，超可爱的。这头发晚上完蛋了，不要紧，我们拍完了过后还有时间回酒店弄。好，各位，我要上班了。对、yeah, ，我们第一站拍摄完毕了，好难啊！我头发都被吹没啊，那造型都做没了，可恶！我们现在到了下一个景点，然后这个景点呢是非常非常复古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会喜欢这个景点是因为它有就是火车道，然后有火车会经过，但是我不确定火车经过的时间是几时。它也有很多比较复古一点的韩国的 feel， 很像有电线啊，很多电线啊那种啊，韩国大大个韩国。我在下面，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到底好不好拍。对、yeah, ，我们结束了，现在距离司机要接我们还有半个小时，很赶，很紧张。还没有在我频道介绍 Elsa 耶。Hello， 新大杯了，马来西亚的主编。耶、yeah. ，做了10多年，你们抢不到他饭碗的。这是 CK 给我们的礼物，糖果。Caramel。Agree， 我觉得我会喜欢吃这个。我刚才手上睡到整个头发都跑形了。靠腰，补充一点糖分吧。哇，这阳光很棒哎，还要我肌肤光泽度满满，其实算麦芽。哇，这 Earl Grey 完全我的口味，我超喜欢吃茶类的东西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买。它 Earl Grey 超好吃的，天哪，我超想要给奇优吃。我已经咬了，因为你就跟我口味是一样的，他跟我一样很爱吃茶类的东西。好，我不可以今天吃嘛，我要分天吃。等下45分，就是还有多半个小时，我们要下楼给着大家一起。因为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呢，有很多很多地方的人一起来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呢会跟3个地方的人一起吃饭，就是马来西亚、新加坡跟台湾，跟负责我们的人一起吃饭。衣服还是穿着一套，只是头发我可能在烫烫下。天哪，我真的是怎么可以忘记呢？忘记拍 outfit 给你们看呢。今天我穿的呢，全身都是 Calvin Klein 的。这个 jacket 呢，就是跟 Jenny crossover 的 series， 这里有他的手写字，超可爱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sport bra， 叫。肉色的，我很喜欢 Calvin Klein 的裤子，他们的裤子的版型都超好看的。然后你知道这个是怎么穿的吗？我也是 shooting 过后才知道，哎，是这样子穿的。其实呢，这个你要外露呢，是要买男生的 size 才可以有办法这样子。其实女生也是有，也是可以的，但我没有那么瘦。然后我这样子如果拉那么高会很不舒服，你们如果是女生的话知道我在讲什么。 T-back 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呈现这样子的感觉就要买男生的 size。 我的话 S size 是太刚好，我觉得不会有那种慵懒的感觉。然后 M size 的话其实比较舒服一点，只是真的有点松，它就是会有那种感觉。如果有 S M 之间的 size 就好。这是我今天的 set， 然后头发也是自己弄的，我已经不知道要弄什么头发了。唉，
真难啊！我们要下去咯，我们遇到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吃东西。吃什么餐？先讲吃什么餐？吃什么餐？我们等一下要吃这个面包的，最嗨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可以讲吗？这是韩国的西餐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像 fine dining。我要拍你了，大家都有化妆，说刚刚没有化妆。Hello。Hello， 欢迎来到韩国。开心什么嘞？哇，我噔噔噔噔，吃什么？期待今天的晚餐，太饿了。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菜，叫 cauliflower， 它就是要 one bite。我好喜欢，它好像有点堵呢。堵呢？哇！天哪，为什么？每一道菜都那么好吃，我跟宽总监有一个分界线，然后他就会剩我们这边左半部，所以右半部要等下一瓶。天哪，我一个都不想浪费。大家如果你们真的来到韩国，想要吃类似这样的 fine dining， 很推荐。我前面吃两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道很好吃了。truffle， 其实我蛮怕这么大碟的 truffle 的。One bite， 我发现你的比我大个耶，你看是真的很大，好浓哦，会不会很腻哦？小心哦，换掉吃了。因为哦，刷粉很容易做到很腻，这后面还是会腻一点点。这当然值了，这个是虾子，它就是酸酸的，然后你吃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它又会刺激你的上颚，有种很特别的感觉，好吃。还有吃鱼子酱，噔噔，要把它搅在一起。哦，真的有 king crab 哎、欸，我们两个只要一吃到好吃的就会看到地方，我们两个眼睛睁大大，真好吃哦。它酱是酸酸酸酸甜甜那样的，哇，那么好搭哦。对，八十度，很好吃这个。啊，不如我们来吃吃饭鲍鱼了，因为下面有饭耶。本人抓刚刚好，嫩，好吃耶。是鳕鱼哦。好吃 ，yogurt， 这个是 yogurt， it's ice cream yogurt， 好好吃。这是我们最后一道菜，好像有一个神秘的盒子。open， 哇，完蛋了！天哪，太 fancy 了吧？拍一下照。很好吃哎，这个。Passion fruit， I think。哦，这感觉是冰淇淋 inside。昨天太甜了。他在给大家看他的唱歌技巧。两位不失礼貌的微笑。你看他，几甲。最后的四只金。哦，谢谢。耶，我们的 dinner 完了，等等。大家都很开心。我们现在呢要去。做 gym 跑个步，刚刚吃了太多那些淀粉啊什么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去消耗一点点。刚好这个酒店有没有东西？刚好这个酒店有 fitness 那些，然后是开24小时的。不可以啊？啊，可以。哇，我的是普拉提啊，那是普拉提吗？是哎。第一次看到酒店哦，有那个爬楼梯机器，那个哦，哇，这些设施也太强，普拉提耶，这应该不能用吧？这个是否上课的用的，我今天要来踩这个。耶，早安各位，今天是最重要的日子，今天就是会见到我们的杰尼，太棒了。然后呢 ，Oh my god， 头发还及格吗？自己弄得好难。先跟他介绍我的 outfit， 我的 outfit 就是穿这条内衣，对，到处走，就是一个内衣跟外套。哎，这个也是 Jenny 的系列，你看，哇，对啊，这是他的亲笔手写，哇，这下很明显哦。你不要一直重复，最近很上火，很明显，没这样子看，啊，真的耶，
好像草莓哦。哇，菊花太厉害了。不是草莓哦，也不是什么，是遮瑕，因为我胸口的痘痘很多，所以呢今天就遮了一下。很 cute 哎， I mean 这是我没有穿过的东西。对，这是你的尝试。我的突破，哎，真的好明显哦。怎么办，太深了那个遮瑕，因为我的胸口很白，你知道吗，最不会晒到太阳的就是胸部哦。 OK 啦，等一下我再晕掉它。然后呢我们会先去到那个 Calvin Klein 的 Pop-up Store， 如果你们有知道的话，就是那个在首尔的那个 Pop-up Store。 我们会先去一轮，我们拍我们的 content 先，然后晚上才会见到我们的 Jenny。 我们到了，哦吼，到，这就是 CK 的 Pop-up Jennifer Calvin Klein， 我们要进去了，哦吼，整个 event 哦，全部都是紫色系的。Jenny 的味道，有没有太夸张？变态的。当。超级大，进去里面哦。啊，整个就是这样的 feel， 哇，好多人啊！这个 spot 一定要拍。上班啦，我们来拍东西了。这个呢，就是 photo booth， 然后我们大家每个人都会过去。整个不再拍多一次给你们，因为现在完全没有人。这都是他的 capsule， 然后先拍照的地方，衣服，然后还有很多哦，这样子。然后这里呢是一个拍照的，整个图大概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楼下的话就会比较简单一点，它里下面的都是迎宾客那种地方，那种 hall 的感觉。这吧台呢有 soft drink， 然后 soft 吃的，这样。哇，很 cute 哎，它整个就是火星的，很 cute。不知道你们知道一个中国奖品牌的博主叫阿哈罗龙吗？我在这边，因为我们都会分批进来，现在这边呢都是比较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啊，然后慢慢的会陆续分批进来这个会场这边。我们现在来吃午餐，然后感觉是一个非常贵的地方。为什么我们来韩国要吃Western food？ 啊，我叫的是 scallop， 哦，感觉很好吃哎，很大个哎。这里的部队是怎么样？蒜米酱。它就是这样子倒出来的。我想要 try 一口。怎么了你们？我的裤子弄到咖啡，然后你的男朋友在帮我擦屁股。是你男朋友的。你的人是你的人，舒服吗？对，舒服吗？哎，很奇怪哎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做妆发和我们等一下的 main event。然后今天来到的这个妆发店叫孙叔，第一次在韩国给韩国的化妆师、理发师弄，所以我其实蛮期待会有怎么样的变化的，因为他们，你们也知道，他们的功力真的很强 ，right？ 哦，给你们看那个 price list， 哇，好漂亮哦！我们现在去楼上 ，Thank you。因为我要求的是，我要把 makeup 跟头发都换掉，让他们整个把我的 look 做完，看我们会呈现怎样的。他们洗头的椅子好可爱哦，好舒服的，根本就是当做按摩这样。现在要卸妆，啊，好累哦，刚刚坐一班睡觉。对了，忘记跟大家讲，我刚刚看到电梯里面哦，有 Epping 跟 Stacy， 也就是他们帮我们化妆的。我卸妆好啦，这就是一整排的化妆用品，看了这么多。那么可怕的，不知道他会把我画成这样。嗨呀，嗨嗨 ，OK， OK， 嘿嘿嘿 ，Baby， 我的 Maria， 就是张哥，哦 ，Lisa， 啊 ，Lisa， OK， 哦 ，Lisa makeup， you do for me， O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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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要做 Lisa makeup， 哦。
蔡老师帮我放假睫毛。老师讲我叫 Lisa。 哦 Lisa 哦。好啊，很棒的。 Thank you very much。 我的妆发都好了，然后我头发我觉得丝毫无悔。我刚秀照片讲说我等一下会还是要这样子穿，之后你帮我做我的造型，然后他可能误会成我要做回这样子的发型，就是我自己一开始弄的，所以他又给我做回这样子的扁扁的，没关系啦，就这样吧。啊，其实还没有近眼看呢，这镜子也很黑，总比我自己画的好吧。OK， 我们都已经弄完了，然后呢，我的 hair and makeup 呢，就是要280新币，840马币，好像都是这样子的价钱，是不是？头发你们觉得 OK 吗？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 ready 要去会场了。他们讲 Jenny 5点就到那边了，因为他们现在在做一个媒体访问，类似这样的感觉。然后呢 ，suppose 我们6点半才要出发，但是我们有的提早去。然后你看我手上 Calvin Klein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只有这个手绢才可以进去到里面那个 pop up store。我们上车了，然后呢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得专注的拍手机的画面，因为呀，你们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是，我 vlog 也拍不东西。呀，所以呢，嗯，你有期待吗？开心吗？紧张吗？紧张哦。等一下。我会把我的相机放在车上，我要专心的 enjoy 那整个 event。 那我就把手机的画面放在等一下的画面，期待我们拍成功。 OK， 都是 Jenny 的 fans， 超多的，我们呢都在这里耐心等着。 Because it's Samsung。 因为现在不可以拍 Jenny， Because 她在 shoot， 她现在在我们的楼上，应该是这里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不能拍他，所以我们看等一下还有没有机会再拍。我的脚还没有力，没力僵。因为我想大便了哟。好好好，这次的 trip 真的是心存感恩感激，真的是很幸运会有这种机会，会更努力拍 content 的。耶、yeah, ，谢谢各位，也是一直支持我们。哦，我怎么讲的那么感人？呀、yeah, ，真的是很感激啦！谢谢 Calvin Klein，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我会努力的。